24体，它说有个物体放在一个光滑的水平面上，也就是它并没有摩擦力，然后呢把黄黄呢挂得如图所示，然后在我们的右手边对乙弹簧施力八克重，然后想请问我们甲弹簧跟乙弹簧的毒素是多少。那我们知道呢，当我们在右边对乙施力八克重的时候呢，弹簧就会产生一个弹力，也是一个八克重，这样子呢去跟我们的外力呢互相达到平衡。啊，同时呢我们的乙的左边这里呢也会产生一个去拉弹簧拉物体的力量呢，也是八克重。那因为这题是光滑的水平面上，并不会产生摩擦力去跟这个力量抵消，所以整个的物体呢就会向右边去拉我们的甲弹簧，也是八克重，所以呢甲弹簧也会产生一个弹力呢八克重，来跟我们的外力呢互相抵消，这样子所有力量才可以互相抵消，让它保持一个静止平衡的状态。所以呢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来，我们甲乙弹簧的毒素呢都是八克重，所以呢我们的答案要选的是 A F 甲是八克重， F 乙也是八克重，所以第24题的答案呢是 A。